Hello， 看这边。Hi， Hi， 你好吗 ？What？ 看这边。What？ 请问它是什么狗啊？法国斗牛犬。没有听过这个斗牛是哪两个字啊？斗牛犬哦，法国斗牛犬，哎，法国斗牛犬几岁了？两三岁。两三岁，哎，好可爱啊，斗牛犬呢、啊，两三岁，那斗牛犬会长得很高哎，很大。啊？英国斗牛犬才。英国的才会长很高很大。品种。哦。这个最大的。哦，这已经是最大了。你常常带它出来走吗？真的好可爱哦。Hello Hello。它在里面会，它会很乖吗？还会上厕所，在里面上厕所？不会，哇，这么好，这么乖耶。看起来这个。包包不是很大哈、哦，对、啊。可是它可以整个身体都进去哎。对。嗯，太棒了。这是它喝的水嘛哈、哦？对。照一下。哦。不好意思，让我照到它的后面。啊，后面是这个样子的。OK， 了解了。嗨，耶！它是公狗还是母狗？这是公民记者哈吉宝宝在捷运板南线上为大家的报道。